看看任务是吧？进入花园，让园丁一身湿，偷园丁的钥匙，让园丁戴上遮阳帽。我要进入这个花园是吧？哦，嘎嘎嘎嘎。破坏！咔咔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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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啦来啦！啊，把它丢到它的这里来！哦，进水了，进水了！哦呵，哎哎，有动静！它来了，它来了，它来了！我走了，我进去了。哟呵！完成了任务，他不知道他的袋袋去哪里了。哎呦，哦，哎，看不到吗？你瞎了？哎呀，你撞我干嘛？干嘛了？你干嘛撞我了？偷他的钥匙。我们有个任务要偷他的钥匙，等他趁其不备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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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。哎呦哎呦，趁其不备要他老命，趁其不备。他怎么还在动啊？哎，能不能不动啊？钥匙，偷他的钥匙啊！没偷到。哎，有好机会，好机会，好机会！啊，他把我卡住了啊！他卡我胃啊，也卡我身位。哎耶！你那个鬼似的桃仙。啊！没偷了，快！啊！就我没捡到，没捡到，没捡到。他干嘛？那干嘛？谢谢大大铁 W。那干嘛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跟住他，找准一个时机。哎呦！他一直回头，这个人动不动回手掏，他难道就不会不动吗？你丫的，他要捡东西了，马上要捡东西了，快快快！好机会。好机会个屁，一直没找到机会。嗯，那我捡一下嘛。尾随。跑不快！嘟嘟嘟嘎哒哒哒哒哒哒，嘟嘟嘟嘟嘟，哒哒哒哒哒，把它放在这里，让它过来捡，然后就开它这个水龙头，
然后就把他治得一身水，然后就把他治得一身水。等他把这个袋子一搬呀，我就把这个水龙头一开，治他一身水。他一直在回首看我，我把你的这个嘎了，我跟你说，把你这个康乃馨给你，这个剪不了。嗨，我来啦！哎呀，哎呀！哎，为什么跑这么慢呀？为什么我？直接掉了！哎，哎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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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找不到了吧？没在我这儿，我没拿，你看错了。没拿呀，我是主人了，我才是主人。你出去吧，你家被我占领了，快走吧，这是我的家。好像什么任务啊？没任务啦。走走去给他开门去，不好吧？哎哎哎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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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哎哥哥哥，盖盖。伸手会不会？给，不会伸手吗？丫头这么蠢！那，这样的拿着了吧。感觉好像这什么东西，
上草帽，怎么才能让他戴上草帽啊？之前好像有个让他戴上草帽，靶子入湖野餐。哦，嗯，靶子是什么靶子？这是靶子吗？这不是铲子吗？这不是？耙子，耙子，耙子。哦，这个玩意儿。给它脱掉，给它脱掉。脱过来，脱过来，看你的坏不坏啊！卡住了，卡住了。来生，再过来点。过不来了，卡住了，算了吧。这个呢？给你吃苹果，吃不吃？嗨，嗨，敲不敲苹果嘛？敲不敲哟？不敲苹果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罐头了，罐头了，谢谢，谢谢西河殿下的摩天轮，哼哼，谢谢西河殿下的摩天轮，哎呦，哎呦不，不加苹果吗？他好像很怕我哎，谢谢三百年一遇小妖精，帽子脱不掉。只能脱掉他的钥匙和那个啥帽子，脱不掉啊，能脱掉吗？你看捡的都是这些玩意儿，可以吗？这帽子怎么取下来啊？这个帽子，吵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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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不到他的帽子哎，搞不到，搞不到，搞不到。这可以干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他会打我吗？这个人会打我吗？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任务，野餐，把野餐毯上三明治。哦，我要带东西上去。
还有什么？胡萝卜，我拔个胡萝卜。拔个胡萝卜。把放上面吧，这要放上面才行啊。OK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三明治、苹果、南瓜，还有一个南瓜，偷一个南瓜。啊，不是这边吗？他已经发现了苹果。我把苹果拿回去，这个苹果可不能那个呀，这是我的苹果，这是我刚刚给你的苹果，我现在要回去应该没关系吧。啊，右边的垫子还拿呢，右边看到了，看我来摆在这里，完美。Nice 啊！把这边的都拿下来。这什么？谢谢银谷的飞机，谢谢银谷。Nice 啊！完了。坏了，谢谢银果。三明治，篮子也要吗？虫啊，这就是我的晚饭，我的晚饭，我的晚饭。南瓜果酱保温瓶、收音机，还有篮子哦，这有点重啊，这个。Oh, nice！ 我们现在要去偷果酱。果酱保温瓶，还有一个大南瓜。嗨，干什么呀？我只是过来看看啊，过来看一看而已嘛。你在干嘛呀？哦，你在养发发，你过来采两株。来，嘎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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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给我洗个澡啊 ！Thank you 啊！我要等他走了之后，我才能偷这个南瓜。还在这边搞多久的发发呀？他还要搞多久的发发？先偷他一个瓶子，走这边，他肯定猜不到。肯定猜不到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我又来你家啦！哎，被发现了吧他？我拿果酱，兄弟们。Oh shit！ 被抓了！啊！
不能让他发现我偷太多东西啊 ，Zeb， 被他发现你就要一锅端了，就差一个了，兄弟们。收音机，南瓜，收音机，南瓜，收音机，南瓜，收音机，南瓜在这边。这个有点大呀，这个有点大，这个有点大，好重啊。差最后一个了，收音机，收音机，收音机好像外面就有哎，收音机在哪呀？收音机，嗨，你在干嘛？收音机在哪里来的？之前不是看到两个收音机吗？谢谢我网管的旋转木马。哎，箱子下面。这个吗？谢谢我网管的旋转木马。干嘛？干嘛呀？把丫头放到收音机上面？你丫头，怎么可能要把这个东西压在下面啊？这个东西明明就是要是已经弄上去啊！你怎么可能？你在那边压着那个收音机干什么呀？啊！人家收音机是个电子产品，你这样压在上面，你这样子话把人压坏了，然后以后用不了了呀。飞机，他被压了，浑然不知。这个人还撞我，撞我，也没点礼貌了。你撞我，我好心提醒。你藏起来，藏不进来。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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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！哦 ，Oh my god， 这声音这么大吗？这样他应该听不到吧？被发现了。
很奶呀、啊！哎，别别别别别别别！哎哎，咕咚咕咚。园丁锤到大拇指，这个怎么做呀？太坏了吧，让他受伤多不好意思呀。锤到大拇指怎么让他锤呀？这个怎么锤呀？不准拿我的锤的。想干嘛？哼！偷你钥匙！诶，找不到了吧？噜噜噜噜噜，他敲打的时候我叫一下就可以了吗？这么简单？哇，糟糕啦！他锤东西了。怎么办？一直跟着他。哎，这边应该有新地方啊，这门都被他撞开了。这啥地方啊？这他家哎。这哪里啊？哎，你好啊。嗨。嗨。Hello。Hello, 你想要吗？你好啊，你好啊。我也可以踢球啊！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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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嘟嘟嘟冲刺！哎，回去了，要回去做任务吗？我还有什么任务哦？
这边有哎，你看。打坏扫帚，把小男孩困在电车亭，让小男孩戴错眼镜。哦，哇，嗨，我又来啦！你好呀，又来了，你又打我。打坏扫帚。Mr. Wei。哎呦呦呦，抓不到抓不到，哎呦呦，这有点难，抓不到。是这个人，小男孩呢？去跟小男孩玩去。他怎么让他戴错眼镜啊？还把他困在电话亭？电话亭在哪？我看看啊。现在桃子的三级头是在这里面吗？电话亭。这自己都打不开耶。可以去你家玩吗？嚯嚯，直接把门给关了哟！我该怎么做呢？谢谢团狗家的。美滋滋，他戴眼镜了，他怎么样才能戴飞眼镜啊？这怎么让他困在电话亭里哦？这任务好麻烦，看上电视怎么上电视啊？还让我上电视都来了，我的妈！这怎么上电视呀？现在你拿我没办法了吧？哎，偷你家东西。咬他的鞋子，咬不到，哎，咬不到，我咬你，我咬你，我咬不到，我咬不到，他们欺负我，他们都欺负我。电话亭是不是还有哪里有电话亭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有打游戏的地方。Hey, hello, hello. Can you help me? Why? 想不想要啊？给你玩。不要吗？哦，对，他叫他就躲起来了，他报警了吗？这个人，然后就我就上电视了呀。
我要把你们吵得鸡犬不宁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是一只聪明的鹅。接下来，我将会要统治世界。你们最好躲在家里面，不然我就 I wanna play a game 啦！人买回自己的东西，嗯，不管他了。让人买回自己的东西怎么搞啊？如果有人过来买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叫呗。哼哼哼哼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去了，他不想卖给你，他卖给你，他还偷偷拿回去，趁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去看看呐。他好坏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对对，看到了吧？什么任务没完成？你为什么？为什么把我的东西又拿回去？你真的好坏！哼，我不要了。我们还给钱了呢，你怎么不跟他吵架呀？我们还给钱了呢。就有点麻烦了，我要拿东西，篮子，这是篮子吧？偷他的篮子，把他偷到边面上去，是篮子哦。别看我了，哥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牙刷、卫生纸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你这个毁人，你这个毁是真的烦躁，烦躁，我给你脱掉，一直打我，你拖臭水沟里，看你怎么办。藏起来。巴拉巴拉巴拉，巴拉巴拉巴拉，看你还怎么打我！
绝望了吧？哟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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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呼！但是他还是可以把我怼走。牙刷、卫生纸，牙刷在哪呀？卫生纸，我先找到一个卫生纸。卫生纸搁这儿呢，偷。哦哦哦！完成了吗？去购物。哦，完成了。还有牙刷清洁剂。清洁剂是这个玩意儿吗？看起来像。购物成功，我任务完成就行了。眼镜，眼镜，是不是要眼镜啊？哎，我这些怎么那个了？怎么没了？没有眼镜。不会吧，它要放到篮子里面才行啊。那这也太麻烦了。那我还得把我的篮子保护好。不能被这个家伙给它拿走了。这个就不要了吧，丢地上了。把眼睛拿走吧，别拿篮子。藏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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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藏起来！感觉也放不了这么多呀，他为什么要一次性全放进来呀？藏起来，藏起来，藏起来！拿远一点。水果和蔬菜找不到了吧？叭叭叭叭叭。哎呦，你们两个真的是，水果和蔬菜。这个应该可以吧？哦 ，nice 啊！罐装食品，发刷是什么东西啊？发刷是什么东西？我把你棍子都给你搞走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这个人真的是。发刷在哪呢？发刷是什么玩意儿？发刷？还有什么？牙刷、卫生纸。牙刷在哪？哦，先拿个卫生纸吧，先拿个卫生纸吧。发刷是这个吗？那边有一个发刷，那边有个发刷，发刷就是梳子是吧？哦，梳子，我不在，我不在，我不见了，不能让他看到，不能让他看那个我藏东西的地方，不然他就会过来抢啊！我好不容易搬了这么多，不能让他发现。发刷，罐装食品，
还有一个牙刷。牙刷在哪？谢谢乱马大哥的飞机，谢谢乱马大哥。先给他制造一点麻烦。先把这个东西给他拿走，拿到这边来。给他多制造一点麻烦，当着他的面拿东西。当着他的面拿东西，然后趁其不备，把他的胡萝卜，把大蒜拿给他看。嘿，我拿了你的胡萝卜。哎哎，我拿你胡萝卜，快过来快过来，我丢这了，我丢这了，我丢这了。哎，我丢这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再一迅雷不及，他怎么又来了呀？哥，你胡萝卜都不要了？算了算了哟，笑一下算了哟，胡萝卜都不要。这个人，谢谢笑一下算了的飞机，谢谢笑一下算了。他要去捡胡萝卜了，卡一下视角。这个不要，这个，都这个。可以，还差个牙刷和一个罐装食品就 OK 了。偷他的东西，正式让他难受。他又来了，随便偷一个，随便偷一个，给他制造一点麻烦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是玩具吧？牙刷在哪呢？牙刷没看到牙刷呀。没找到，他没发现，他没发现我。哎，你压的干嘛？讨嫌。可以再去扎一个最后一个牙刷啦，最后一个牙刷啦。在哪里啊？没看到啊。我真没看到牙刷，看到眼镜那吗？眼镜那边不是发发吗？眼镜那边不是发发吗？这是眼镜，这是发发呀。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，没看到没看到。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，看不到看不到，在哪里在哪里。你们看到了吗？
今天跟你在这里耗着，砸脸！哼，搞不过他。太难了，搞不过他，他好壮，搞不过他，偷偷的，我们得偷偷的。他跑太快了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剧情重现啦！太难受了呀，哪里有牙刷呀？